出发了，出发，朋友们，今天过老梅那边去。你咋在这里了？我以为你昨天开玩笑了。这里真的是，两个人一块过去啊。然后我们这次的计划是，先到成都，到成都玩一下，因为好像还没有在成都好好玩，先到成都那边玩个一两天。如果有成都的朋友们呢，成都哪里比较好玩的，可以推荐一下。就到成都玩了一两天了，然后去梅子那边，刚好。好了，现在出发。到达南宁收费站。这次只能开车过去啊，因为这次真的是没有提前买票，然后想坐高铁过去的，看了几天，这几天都没有票，请走最右侧车道，只能开车过去了。即将向右前方进入匝道，上坡保持助路行驶。现在9点钟了，我们3点多出发的，差不多6个小时才跑了500公里，那天加了油也累哦，等会可能再开个2个小时找地方睡觉了。每次过来到贵州这段都是下雨的，不懂为啥，每次都这样。这雨下的还不小了，还有500多公里，顶不住了，再吃点东西先。但服务区里面的东西太贵了，吃个泡面算了。你要吃泡面还是吃什么呀？泡面。要不你到里面去吃？真的吗？可以吗？那走吧。泡面还好吃呢，那服务区的东西真的不好吃。你是觉得贵吧？不是，真的不好吃，真的很难吃。真的跟你讲，在服务区里面东西让你吃你都吃不下。你带我去试一下。老难吃了。你带我试一下嘛。你要相信我。No， 我不相信你。过收费站后250米左转。要废了，朋友们，真的是要废了，要废了。但我还真的挺厉害的，直接天都没亮，直接盖到这里了，全长。一共1221公里，从昨天下午三点半左右出发，现在5点10分，刚下高速到成都了，1000多公里，干了十四个小时，我的妈呀，挺厉害的。现在在这边先找个地方住先，今天中午啊，今天白天睡一天。然后晚上在这里再去玩一下，有那个成都的朋友们呢，就比较了解成都的啊，你们可以给我推荐一下哪里比较好玩的啊，好吃的推荐一下，好吧。然后今天我睡醒来了啊，然后就去好好玩一下，好好吃点好吃的，好好玩点好玩的。然后现在呢，就去找地方住去了。哎呀，就。这个视频就到这里啊，就这样了啊，然后期待你们的推荐啊。